锁定主流，探短期啊！来，熊同学啊，买股票很简单，锁定主流，加上什么筹码面，底部起涨，你就准备赚大钱了，你就准备享受大波段的倍数获利嘛。所以股票赚钱两步骤：第一，锁定主流产业；第二，筹码面，底部起涨。锁定主流加底部起涨，我跟你讲，恭喜你，你准备跟着我们一起享受后面大波段甚至倍数的获利。来，不啰嗦，去年20多块，请你重压系统，AI 主流加上什么？底部起涨啊，邱同学，所有去年20多块跟着我们全力重压系统的同学，自己回答我，涨几倍嘛？安那是好你探我贼啊！大涨3倍，你100万变300，300万变900万了。好，错过系统的再送你讯息，AI 主流加上底部起涨，90多块重压，你搞我讲，系统好你探三大涨3倍之后，讯息又给你涨几倍啦，又是涨3倍啊！所以张老师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锁定主流底部起涨。真是后面大波段甚至倍数的获利，好，不啰嗦，错过系统，错过讯息，狂飙3倍的，来给你报告，系统第二，AI 引爆了未来 WiFi 7的商机，因为未来 WiFi 7就是高速网络的最后的关键啊，那 AI 要成功，势必要全面导入 WiFi 7，因为 WiFi 7是过去 WiFi 6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传输速率啊，所以 WiFi 7今年甚至明年正式引爆啊，未来所有的智慧型手机势必全面标配 WiFi 7的。好，那 WiFi 7你要买就是它，台湾 WiFi 7的龙头大厂，过去股价亲眼看一下啊，600多，你看摔到100多，经过这2年，WiFi 7的商机，今年营收爆发成长。加上最重要的底部起涨了哦，有没有跟你讲要特别注意？从100多正式起涨哦，来6月14号跟你讲第一只涨停，而且最重要的股价刚刚突破二字头，刚刚突破二字头哦，还没有完呢。17号再送你第二只涨停，20号再度喷出啊。再喷第三只涨停了，全国同学，来，今天亲眼看一下，继续喷，股价再创新高，系统第二啊，三只涨停，股价何时要攻到三字头？何时要三字头？好不好？赶快跟上。好，再来，前几天特别叮咛你啊，前两天还特别在节目中特别叮咛。提醒、警告你，我说高价股纷纷大涨之后，台股来到23000多点喽。我说资金要注意哦，开始怎样？流向低价股啊，开始转进低价标股啊。昨天节目中还特别叮咛你啊，你可以把我昨天节目带调出来看看，我昨天有没有跟你提这档股票？AI 带动未来整个光学的商机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低价 AI 光学，4开头6结尾，股价跟你讲，从120多块，摔到40多块，又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AI 低价主流光学，加上什么底部起涨，来有没有？这档股票前几天特别提醒你，叮咛你，警告你，26号自己讲，第一次涨停哈。第一次涨停啊，而且最重要的跟你讲，股价怎么样？站上五字头喽，2年来哦，股价站上五字头喽，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底部起涨哦，准备要一飞冲天哦。前几天节目中还特别提醒你，交代你小心啊，错过系统20几飙到70的，这个完全就是系统模式嘛。准备啊！提醒你，警告你啊！小心后面会有很大的波段行情啊！啊，40多，将来只要回到这里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一倍了？
你是不是一倍了啊？来，26号第一只涨停站上五字头，对不对？来，7月3号，是不是两只涨停喽？两只涨停喽，两只涨停喽。昨天节目中还特别提醒你，特别警告你，这档股票低价 AI 光学4开头6结尾。昨天节目中特别叮咛你，提醒你，市场资金已经开始转进低价标股，赶快跟上，跟上，跟上来。昨天特别交代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全国同学亲眼见证奇迹的时刻哦。今天呢，请你告诉我，导播这里起上，这里起上，这里起上啊！9点半以后，导播拉远一点没关系。今天9点半以后，请你回答我，亮灯涨停锁死。今天送你第三只涨停，来导播，大家好好的仔细看一看，4开头6结尾。哎，这跟你讲了一个礼拜嘞，一个礼拜嘞啊，同学，一个礼拜嘞，是不是？啊，26号第一只涨停，3号第二只涨停。今天呢，不啰嗦，9点半以后，亮灯涨停锁死，9点半以后你买不到了。今天9点半以后你买不到了，不卖你了。3只涨停，才3只涨停啊！后面会有几只涨停？我们一起好好的算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算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跟你讲了嘛，你错过系统讯息大涨3倍的，对不对？未来有大波段的行情，我帮你准备好了，你赶快跟上啊！啊，低价 AI 光学啊，是不是？一只涨停，两只涨停，今天9点半以后亮灯涨停锁死，9点半以后你买不到了。全市场谁像张老师这样子事先给你预告，好不好？不啰嗦，这一档低价 AI 光学今天第三只涨停，后面还有多大的行情？赶快听话，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今天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。来索取这档低价光学的重要的关键报告，还有目标价，加入我们的 LINE 才有，好不好？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AI 518，啊，这档低价 AI 光学，好不好？会飙到哪？会飙到哪？目标价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索取目标价，啊！再来给你报告苹果。今年最劲爆的科技产业消息，苹果推出 AI 手机啊，那这个怎样 ？iPhone 16，我跟你讲，准备大卖了的。那 iPhone 16会大卖，你要买谁？你当然买 iPhone 苹果的手机供应链嘛。那苹果手机供应链你要买谁？当然就是它3开头5结尾啊，3开头5结尾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像 AI 低价光学4开头6结尾啊，我都把答案给你讲一半了嘛。对不对？低价光学今天第三只涨停 ，AI 苹果商机3开头5结尾的苹果供应链龙头，全世界最大厂，最大的它的关键零组件的全世界龙头大厂，股价400跌到100多，对不对？从140底部起涨啊、哦，底部起涨啊、哦，结果呢？150、160、170哦，今天呢？仔细看一下啊、哦，170哦。当天涨停哦，两只涨停哦，今天有没有180？有没有180？今天没有180，你来砸我招牌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开瓦灾啊！哎，涨40块嘞，涨40块嘞，是不是？两只涨停，可以细砸钩哦，啊，10张就40万，20张80万哦，3开头5结尾的一样。想知道他是谁？目标价加入我们的 LINE， 通通有，好不好？加入 LINE 什么后康龙五，再来跟你讲半导体明年显著攀升，你要买就买它3开头2结尾，你不要乱买一通，你买它，它有两个富爸爸，一个台湾的富爸爸，一个日本的富爸爸，好不好？我这样讲就够了，好不好 ？EPS 几乎高达一个股本，明年营收成长，股价300多跌到160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告诉我有没有180？有没有180？涨20多块。今天股价再创波段新高，我跟你讲，何时要看到二字头，会赚钱的，张老师一档一档都帮你锁定好了。
好，再来，前一天给你报告，最劲爆、最劲爆的商机在这里，绿能商机在台湾正式爆发。为什么 ？Google 宣布来台湾投资太阳能电厂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现在全世界大厂，微软也好 ，NVIDIA 也好 ，Google 也好，全部来台湾设什么资料中心？大家清楚啊，现在台湾的绿能，光是 NVIDIA 一家就买完了，其他人没有电可以用了。那这些绿能大厂、国际大厂 ，Google、微软，通通宣布，到2030年，他们全部采用零碳、无碳排放、零排放啊！他们全部重视环保，全部采用绿电。那绿电里面成本最低的、效率最快的，当然就是太阳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来台湾抢购太阳能，所以 Google 直接宣布自己要设太阳能厂。那我问你，台湾？现在太阳能模组最大最大的龙头大厂就是它嘛，那你不买它你要买谁？所以这档股票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天了嘛，股价一样从50多跌到20多，又是一个主流绿能商机，它又推出全新世代的太阳能模组，领先业界，又是台湾太阳能模组的龙头大厂。那未来国际大厂 Google、NVIDIA 来不跟它合作，不采购它的太阳能模组，那要买谁？它是龙头，你不买它，你要怎么做？当然买它嘛！所以这档股票从20多块，跟你讲小心啊，要喷了嘛，要喷了嘛！结果27号，第一只涨停啊，第一只涨停啊！来，7月2号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不是第二只涨停？是不是第二只涨停？涨完了没有？涨完了没有？你告诉我今天这是什么？再喷，再创新高。所以张老师带你买的股票，这都是后面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波段行情，没有大波段行情我不跟你谈的了，好不好？去年的系统讯息让你亲眼见证涨3倍，所以这些股票未来有多大的行情，自己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珍惜。我只能跟你讲，好不好？短短这几个礼拜亲眼看到，我们 AI 低价光学今天第三只涨停， AI WiFi 三只涨停，苹果商机两只涨停，今天再创新高；绿能商机两只涨停，今天再创新高。光这几档股票已经10只涨停板了，赶快跟上，好自为之。想赚大钱，这些底部起涨的股票，想跟上的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好不好？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什么后康都无。加入我们 LINE， 你可以，好不好？来索取这些标股天地的，啊。大波段的行情，跟上脚步。好，再来指数。哎，我问你，指数怎么操作？我请问你啊，昨天大涨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大行情，我就请问你嘛。从6月20号，台股加权指数在23400，到了这两天，指数在23500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大行情？所以台面上，我跟你讲，90%以上做指数的，要不然就死多头，要不然就死空头。那我请问你啊，从6月20号23400到这两天23500，你死多头死空头也不过只有100多点的行情嘛，你是探我贼，你不要跟我唬烂的，也只有100多点的行情。所以从6月20号到这两天，如何掌握2000点以上的行情，谁有办法做得到？亲眼见证哦。 AI 城市从6月21号到昨天有没有送你2000点的行情？我们仔细看下去，好不好？我讲 AI 城市不要猜不要赌，你就跟紧 AI 城市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不要你猜不要你赌，不要你什么学什么技术分析啊，还要你研判自己研判多空，很多软体箭头一大堆，支撑压力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样，多空讯号没有，让你自己去研判，自己还要看啊，过了几分钟有没有守稳，有没有站上啊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了，你再研判你就迷迷糊糊，你就傻傻搞不清楚。来，6月21号 AI 城市自己看一下，6月21号 AI 城市，来，全国同学，我都不要你研判，你跟紧，赶紧跟紧。6月21号23212 AI 城市就是空，不啰嗦，翻绿转空。所以6月21号我们带领全国同学23212赶快放空，赶快放空。结果呢，你告诉我6月25号800点啊，对不对？你先把这800点放空拿下嘛。那6月25号当天开盘大跌800点，你在干嘛？
你在多单停损啊，惨兮兮啊！我们在干什么？来，9:29，恭贺 AI 23212的空单已经大赚800点了。来，今天大跌，今天早上大跌800点，干什么？逢低买多。为什么要做多？来，6月25号9:28，22432，你告诉我，翻多嘛？不要怀疑啊，跟紧 AI 程式啊。21号放空送你800点，25号22432翻多，来，7月2号一早哦，又是大跌400点哦。7月2号一早9:30有没有 AI 程式22785，22785又向上翻多了，来7月2号自己看，自己看，7月2号9:29，22785又加码买多，自己看了、啊、好不好？不要说张老师在那边骗你、啊。6月25号全国同学9:28。22432翻多，7月2号9:29，22785再度加码买多。你告诉我今天早盘23677多少点？1200点呢、啊？所以你跟着6月21号空完800点，反手翻多加码，今天1200点，800+1200来多少点？800+1200，你告诉我，光6月21号两趟多少点？是不是2000点的行情？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你跟紧脚步。你6月20号，你的老师到今天死多头、死空头，也不过100多点的行情，你在干嘛？啊，你什么也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大家。那今天来，今天怎么操作？来，亲眼看一下，今天早盘大涨哦，大涨哦，来看一下，涨多之后会怎样？当然有修正嘛，是不是？今天早上9:14，台指23670附近，你短空嘛。涨多了当然会修正向下修正呢、啊，是不是9:1423670附近，请你短空啊，空完你告诉我今天又是100多点的行情嘛，一口是不是又2万多，对不对？五口是19万，赚钱很难吗？今天随随便便一早高空一下又100多点嘛，所以现在的行情波段多单跟对吧？归波段多单，短线短冲白点，哎。短线一天白点，当冲一天送你白点，你知道你一个月多少点啊？20天就好了，是不是2000点？所以每天白点的当冲，喜欢做当冲的，你跟紧我们 AI 程式，几乎天天。昨天是不是也白点？今天是不是白点？对不对 ？AI 程式这种大波动的行情，每天白点的波动很容易掌握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，今天早盘逢高短空一趟，再送你100多点了嘛，一天白点。一天当中百点，一个月照样2000点达阵，好不好？指数如何操作？还是一句话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赶紧赶紧赶紧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在我们的 LINE 里面，时时刻刻盘中第一手的讯息，多空的 AI 程式转折都会跟你分享。加入我们的 LINE 也好，最重要的，赶紧把 AI 操盘软体带回去，跟上脚步。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吗？嘿，
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的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赚钱不啰嗦，锁定主流加上筹码面底部起涨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恭喜你，你准备跟着我们一起享受后面大波段甚至倍数的获利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锁定主流，底部起涨，来不啰嗦。去年送你的系统就是标准的锁定 AI 主流加上底部起涨系统，一涨三倍，听清楚，100万变300万，300万变900万。去年的讯息90多块 AI 主流底部起涨，一口气不好意思又是涨三倍，100变300，300变900。好，不啰嗦，错过系统，错过讯息，来系统第二，从100多跟你讲哦， AI WiFi 商机哦， WiFi 7商机哦，第一次涨停攻上二字头，两次涨停再喷涨停，给阿里照样大涨创新高。 AI WiFi 7系统第二要喷到哪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标股天地，好不好？加入我们的群组。来，再来这档股票，跟你讲了几天了、前两天还特别警告你，这是有大行情的，想赚大钱，你错过它你就不要玩了啊！已经警告你，前两天特别在，对不对？这个全国电视媒体已经跟你交代，现在资金来到23000多点了，开始流向低价股，赚大钱要锁定开始低价标股，你买它4开头6结尾，有没有？40多。从40多低价 AI 光学，26号第一支涨停哦，没错吧？站上五字头哦。7月3号第二支涨停哦，昨天你把我的节目带调出来，我还特别警告你，小心哦，要喷了。昨天特别警告你要喷了，随时要喷出哦。来，恭喜全国同学，今天自己回答我。九点半有没有喷涨停？9点半以后亮灯涨停锁死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是不是第三次涨停？亮灯涨停锁死。今天9点半以后你想买，抱歉，买不到，你已经买不到了，好不好？恭喜全国同学啊！第三次涨停，再喷涨停，好不好 ？AI 低价光学要涨到哪？要喷到哪？目标价在哪里？不啰嗦，加入我赖的群组，赶快加入我赖的群组。我在赖的群组会跟你分享 AI 低价标股、 AI 低价光学要喷到哪，好不好？赶快加入我们赖的群组，来索取重要的关键资料，好不好？4开头6结尾的要喷到哪，赶快加入我们赖的群组。不啰嗦，再来跟你报告今年科技产业重磅消息， AI 手机 AI16 iPhone 16 准备大卖了，我跟你讲，那苹果手机你买它就对了， AI 苹果手机的龙头供应链，从140多、150、160、170两只涨停了，给阿里有没有180、自己亲眼看一下啊。今天是不是档档涨不停，档档创新高啊 ？AI 苹果手机，好不好？那 AI 苹果手机涨到哪？一样，想知道加入LINE。那半导体这档股票从160，今天一样已经180了，何时要二字头？你慢慢看下去。张老师跟你讲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一档接着一档，因为都是底部起涨的嘛。再来，绿能商机全台大爆发。它是台湾绿能商机的龙头大厂，就这么简单。股价从20多，第一只涨停啊，2号第二只涨停，站上三字头了，来，
今天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今天有没有大涨？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今天有没有创新高？绿能商机会涨到哪？绿能商机会涨到哪？一样不啰嗦，这一个礼拜你亲眼看了 AI 光学今天三只涨停， AI Wi-Fi 7三只涨停， AI 苹果商机两只涨停，绿能商机这个礼拜是不是两只涨停？不啰嗦，这些股票很简单，全面都是底部起涨，准备让你享受后面大波段的。想跟上的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立刻加入我们的 LINE 来索取重要的关键目标价。加入 LINE， 五加入五包比，跟上脚步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。